我们现在到了嘉祥县狗市，我们准备买点儿，买几只鸡。狗市它也有卖鸡的，买几只鸡回家养。什么？你给我长谁呀？鳄鱼是不是？蜥蜴，这叫蜥蜴。这是鳄鱼，啊，鳄鱼。啊，这是鳄鱼啊。鳄鱼，你看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个蜥蜴呢，这是鳄鱼，这真的假的？它动弹呗，那不动弹。动弹得摇人啊。啊？有点像。一摇手。它离那么远，摇着手呢。对不对？它在休息。那是它在休息。有乌龟。啊？还有一个小乌龟。这也是个小乌龟，买几只鸽子。哇，这么大的鸽子。哎，还有小野兔嘞，这小野兔看到没有？这是野兔，是喂着它的。小野兔吧，这。兔这么大。兔子都不能。兔子没。冷不冷，大闺女？小屁股。这一个五百，抓着上三四百，说这一个，你要喝一桌都给俺四百钟是吧？你想要完咋要吧？我这两个喝好，卖给你中，来，卖给你中，咱喝卖给你中，先着。这猪，我卖给你，小香猪，啊，200块钱，那是啥？是吧？小笨牛，四百元个。他是精准买那个，他看见我200块钱个，你不100块钱不占用，完卖给你。这猪长不大是吧？长不大。长不大，长几多斤？啊？能长100多斤？嗯。哇，能长100多斤，那长还是正长大了。我这一个猪就四百。这是小香猪。回家咱们抱着就跑了。买个香猪嘞。长到100多斤，杀了吃。这都喂多长时间能长百倍斤？6个月都不长了。哎，6个月，现在到期6个月不长。长百倍斤了。六，我长了6个月，7个月是吧？就是说，就是。他说4百块钱，4百块钱少了不买，4块钱一个。多少钱买了笨猪？才几斤啊？啊？笨猪多少斤？还有十斤呢，这猪。多少斤啊？要鱼多少钱？啊？笨猪这个猪怎么那么贵？这个笨猪，笨猪每人有几斤？小猪太贵了，太贵了。长的猪，台湾是不是比咱猪贵的？哪比咱猪贵哦？长肉好吃了，肉好吃，我每个月都赚钱了。这个贵，这猪长得来，我没长钱了。这叫啥品种长的？啊？叫啥品种长的？广西，它广西棒，它都说是当地四猪。到咱这个北，到咱北方了，都喝成小猪了，都喝小猪。小猪，当时我还是都小猪。哈哈哈哈哈。它是四猪，也给它刺激啊。嗯。哎，不是四猪，它是当地贵。哈哈哈哈哈。你那边老品种，有的咱这品种没了，不错了。咱那边买那啥子，喂那个小串猪啊，抓没7、8斤那个小猪，那个串猪那个还没了。